2018年3月7日，晴。我今天在家里忙了一天，终于把家里打扫干净了，累得腰酸背疼的，刚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，突然一个电话把我惊醒了。喂，老婆，我今天发工资了，晚上我们去吃大餐。顺便给你买化妆品，买几件衣服。明天就是38妇女节了。你上次看上的那条项链也一起买了吧。别再给我省钱了。我挣钱就是给你花的，爱你。祝你38妇女节快乐。我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他。你打错电话了，这是谁的老公？能不能转让？2018年3月7日，晴。我今天在家里忙了一天，终于把家里打扫干净了。终于把打扫干净，累得腰酸背疼的。的腰酸背疼。刚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。躺沙发睡着。突然一个电话把我惊醒了。突然把醒惊醒。喂，老婆，我今天发工资了。老婆发工资。晚上我们去吃大餐。大餐。顺便给你买化妆品，买几件衣服。顺便。化妆品。明天就是38妇女节了。节妇女节，你上次看上的那条项链也一起买了吧。看上条项链。别再给我省钱了。省，我挣钱就是给你花的，爱你。挣钱，祝你38妇女节快乐。祝妇女节。我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他。忍感动泪水。你打错电话了，这是谁的老公？老公能不能转让？转让。的端躺沙发。
节节